like a Polaroid love 사랑처럼 그 감정 근데 내 가슴이 뛰어 왜 널 이래 널 왜 사랑에 목매는 건지 어차피 뻔한 감정이잖아 분명 다 안감이 닿지 알고도 빠진 함정인가 봐 Hello 여러분들 안녕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。Hello。Hello， 晚安，阿静、小谢哦。Hello， 小瑞红。Hello。其实不用开灯哎，对，我这样子会很那个，会的反光，大家会在意吗？还是我关掉的？Hello， 对啊，我今天戴眼镜，我想说我们要来不同的 style。最近呢，等一下再聊好了，我30分再开始。我们等一下是否可以把我的刘海换回来，变成正常的刘海？今天提早开，眼镜造型好看，哎，喜欢眼镜造型吗？大家喜欢我戴眼镜吗？还是喜欢我刘海戴眼镜？我等下可以变回刘海，我现在头发可以随意乱变。对啊，我几乎我好像没有戴眼镜直播过哎。喜欢。还以为走错地方，差太多了是吧？对啊，我今天戴眼镜，这大家算认不得我了。我今天又露额头，然后又戴眼镜，大概认不得我。一只眼镜更爱主持人啊，郑姐是吧？对啊，我现在眼镜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自己看都觉得，哎，这是我吗？只是有点反光眼镜，希望大家不要变数，我们要变数太多，叫做造型，叫做只是有近视吗？有啊，今天受到什么刺激？没有，今天就化一化妆。哎，我今天有点想戴眼镜，好，戴眼镜，让我拍一下。
等一下，我找一个好看的滤镜。哇，还真的不太像我。有什么好看的滤镜呢？而且我这个刘海还是太短，它就会一直分叉。那我先拍个几张，让我快乐一下。子轩晚安，眼睛好好看，谢谢。好，看看刚刚说了什么。百变紫萱什么造型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那种变化，叫大家都不会腻。因为看到很多种造型的我。最近除了在家，对啊，我这样都在家里上课，也没有干嘛，待在家里上课。好，礼拜一有去那个 Costco， 偏黄色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颜色。好有气质，有更有气质吗？真的吗？更有气质吗？我还有带外套，你看这个，就穿起来就有点变帅了。日本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冷，我就没有穿。洋发里面添加无花果、奇异果精华，这样更有气质吗？头皮清爽，秀发蓬松。我就是要去面试的感觉，不要穿好了。眼镜是加持，对啊，有只熊，竟然被你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我遮起来。霍格华兹看起来就是很会读书的感觉。我现在戴领带，你说这首吗？也是可以。我有在想哎，我原本也有点想，就也想 cover 歌，但是忘记，对，前一阵子好像在忙，一直在忙，然后就忘了。原本跟某某要 cover， 可以问问看他，跟他讨论讨论。感觉比公演瘦吗？那应该没有吧？这别针什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本来就有一个别针。瘦太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你是说实话吗，班班？话说昨天公布，对呀，哎呀，是什么挑战呢？不是一套啊，我乱配的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吗？不配吗？内容吗？不能透露吧？不能吧，大家？对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那时候想说，应该没人会猜到什么，结果我怀一怀，怎么下面已经透露了？我整个太笑死了。可能公司是想要直接让粉丝知道，他没有想要，只想要看你们有没有认真看 tag 啦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要看班班有没有回答我。你是认真觉得我变瘦吗？我觉得我非常想听到你的回答。
哦，实话我看到了，哇，我好开心哦！虽然我真的也没有瘦什么，但我很希望我可以变瘦。哦，你是会猜到，真的假的？开始像十六岁，你说这样我看起来比较年轻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我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哎。我今天还斜刘海，你跟我说变十六岁。如果没有那只熊，看不到。你看我遮住了，根本就看不到有熊啊。哦，好像也是。Hello， 我先不说是什么，但确实有点危险。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还很开心，我后来直接真的是有点傻眼，那个时候啦。谢谢大家的鼓励，真的觉得吗？好开心哦！虽然我自己看真的是没有不觉得。像国中生，真的假的？哈哈，你让我想到那个我的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 MC 环节，看起来比较年轻吗？还以为我看起来比较老。你说那个熊吗？你们又看不到熊，你们这样没有看到熊，我都遮住了。结果他一致认为看起来比较小，比较 UK， 竟然，那我以后多戴眼镜好不好？看起来年轻许多。今天反应特别大，看我今天，我不知道我今天有睡午觉吗？我今天睡好久。对呀、啊，大家竟然，总算戴眼镜，我现在想要换一些造型。你真的以为是吧？帝王蟹，哈哈，喜欢眼镜造型，哈哈，大家有人猜对吗？这里的人，就是我们公演。哎，那不然还好，等一下，我再说一次，有些人没有来过公演，我先不要说。好，我们来，我们现在呢有三个要说，我会说三个肯定，也就是三个句子，然后你要猜哪一个是真的。学校制服吗？不是啊，这不是我的学校制服。好，来咯，第一个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第一个我想一下，我这三个是什么？自然不假装，化妆台上一定有只小菊。等一下，哦好。第一个呢，我曾经为了减肥，然后就是急性的减肥，然后两天没有吃饭。好，第二个是我现在呢有超过100件衣服，就是上衣。然后第三个呢是我小时候呢，就是曾经徒手抓过鸡。OK。OK， 大家请作答，哪个是真的呢？
以上皆是，是不是我说的都很真？好喽，大家，我要公布答案喽，是二。为什么他一致才三？这到底是真的？你们是真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三吗？不是啊，阿俊，不是的，是二。我现在超过100件上衣，为什么是二呢？为什么还有为什么？这是真的，没有为什么。没有，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抓过鸡啊！他要问我为什么？这真的没有为什么？没有啊！现场验证。我的房间在楼下。什么东西？我为什么要全部100件给你们看？总共几件？好像是我记得是120多件。没有收拾。你们可以问问看海海，他真的海海或某某，他们真的来过我家，有看过我的衣柜。但他们没有数过啊，就是看过我的衣服真的很多。谁会来我们家，然后一件一件数？但是长袖、短袖都算啦。就是不是短袖啊，就是长袖啊，短袖都算，就是上衣的部分，真的没有，我是真的买很多衣服，哦对对对，我跟韩寒有时候会互换衣服。这短袖就很好放啊，其实短袖，其实你们数一数，你们可能也会有，一般正常人可能有三四十件吧，不会吧？短袖应该就会有20几件，长袖至少20几件，至少一定会有啊。什么情况下吗？其实我就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时候就是想买衣服。对呀、啊。这种是大些的刘海吗？只是这样的发型，这样子吗？喜欢这样的发型。我不知道这什么刘海，应该就是旁分吧。学校说下礼拜就要回去了，而且那个刘佳也说他有超过100件衣服啊。爸爸妈妈妈妈，我妈妈一定也超多。我妈妈这个衣柜就这一间，他有专属自己的更衣间哦，更衣间真的是很多。想是想见同学，但是太早起了，好累啊。我妈妈的更衣间就在旁边，我本买衣服很少，是真的很少，但是我跟我妈妈都会想就帮她买衣服，我爸还说不用啊，真的不用。我以后如果真的是就是出去住的话，我真的一定会要一个自己一个很大的那种更衣间。可是我就算衣服再这么多，我还是常常不知道穿什么。我还是常常会，反正我真的没有衣服可以穿了，就不知道穿什么。抢我衣柜来的，要有自己的更衣间。对对对，就有时候就这些都不符合现在的心情。可是其实就是常穿的还是就是这些，有些买了但是就几乎都没有穿过，因为就觉得不太实穿或是不合身，因为我有些是网购，就很多其实都不太合身。女同学分享
然后把你征服，很厉害哦。有啊，我有很多买过都完全没有穿。上次韩寒他来我家，然后就看我的衣柜说，啊，这些衣服你怎么都没有穿过？可是那些真的就是没有，就是试穿之后觉得没有很好看。好，之后可以来穿穿看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常穿的还是真的就很常穿那些，因为就实穿呢。飞神淡定，放好几年，一定是干净才会放进去，所以可能有干净的，然后放好几年，这是有可能的。然后都没有穿，但我前一阵子有丢一些了。没穿过衣服拍卖是可以啦，原本有想过，我朋友都推荐我，就是去把它卖掉。看起来好看，但是穿上去就不太好看，因为是如果是网络上买的话，给朋友哦，对对对，我之前有这样过。很抱歉，因为对新鲜好喝的坚持，只能给你十五天的赏味期限。新鲜对对对，真的啊，就是其实常穿的还是十五天，新鲜好喝，试过就知道纯市场。嘟嘟嘟。还会跟朋友交换衣服，这其实还不错、啊，就是不用再买。有时候他的衣服，像韩寒的衣服，真的我们就会交换穿。要复古风，那很久哎、欸，那个轮回来要很久，都已经不一样了。对对对，看蓝光了。也许穿一个六朵花，可是我们身材真的差很多哎，我的身材应该是跟康康比较接近，不断的复古，真的流行都是轮回。几点开播？我是7:30，可是我一周播一次而已，礼拜四。学生服，谢谢。都喜欢挑战不同风格。康康的 IG， 你们是找不到的，是不会跟你们说的呢。等一下哦，好。啊、哦，你说那个制服吗？是可以啊，紫萱风格，就是。mini 风 mini 中，可是二外惩罚那一件已经发过了 IG。 子萱的 IG 你们没有吗？请难道你没有 follow 吗？九蛋，卡丘多贴心哦！ Oh， 谢谢雪代吧，雪粉一个月的粉丝团，看大家都告诉你我的 IG 了，是说公演发型被某某外力介入。原本要绑你是说大家被强迫绑双马？其实我本来就想绑双马尾，我还是我去问某某说，大家不要我们绑双马尾啊。然后来他就外力借请大家。
幕后黑手，不是，我才不是幕后黑手呢，才不是我，我没有规定，我只是想说叫某某跟我一起绑小马尾。我本来没有，其实我也没有肯定一定要绑，那时候还在讨论，就是说那到底大家要绑什么发型啊？然后默默就我原本就有跟默默说有点想绑双马，然后后来他就说，白手套，没有啊，没有手套，啊双人，哎，有注意到是吧？大家有注意到我跟默默跳舞吗？我们这次就说好要一起。都是纸片叫，没有，还没有呢。开最强烧马尾是吧？对啊，我们上次就有合作，但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有。哦，有惊讶吗？大家有找到我吗？就是我绑双马尾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那纸片在哪里？找不到我在哪。哦，有找到是吧？也是很厉害，都找得到我在哪里。如果假如我下次换斜刘海，你们也找得到吗？竟然有找到，今天好看，谢谢。戴面具都找得到吗？这么厉害的吗？戴面具都找到，那真的很厉害。一直要换位置，为什么？志宏真是会说话。小时候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，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。Anyway， 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注意到，竟然注意到那个椅子不一样，很厉害哎！口红吗？我是同一支哎，可能我涂比较厚一点吧，我也没有注意到，可能就是他说好像不太够，然后就赶快补，然后就出去了。谢谢雪呆吧送的可爱小兔子。更可爱，变得娇小吗？你说这是绑双马尾的瞬间，那个身高突然变矮了。没有什么能挡得住，紧紧相信。对啊，你们看得到手机屏幕的我。拥抱希望，美味相伴，我只肯德基。谢谢幻影战士送的追风房车。刷了马桶还是会臭。冲水后细菌还会味味跳过广告。日本革新科技，只要一压不停。鼠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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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视觉冲击，因为绑双马尾嘛。可是我们这次所有人都绑双马尾。哦，你是说吗？因为我这次没有拍到好看的，我就想说等姐姐，就是看工作人员有没有拍出我好看的照片，如果有好看再发。我这次真的都不太好看啊，唯一好看的就是一张自拍照，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们看，这是唯一好看的。哎，放慢一点。Z-A-R-D 这个就是唯一好看的，可是我又不想发自拍照。的唱片吗？不太喜欢，我那个长得有点怪。我现在还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风格，我已经寻找了很久了，我觉得还是没有寻找到，也没有。没有啦，开个玩笑而已。请勿走心，谢谢。怎么弄都是一样的。我也觉得。没有啦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是真的蛮，我的脸是真的蛮怪的。给你们看，我今天呢我在家里教小孩子英文，就在家里，就是那个多元小小，有近视吗？有啊，我一直找照片。我就侧拍给你们看照片，就是我在教小孩子，我的笑脸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喜欢小孩。我还有录影哎，我教他的画面。对啊，就是很，对啊，我还有录影，我录全程，但中间有断掉，因为记忆体不足，我就换一台手机录。历史老师有同样的情况，他说没有，他是说老师要我们走了。教小孩子英文是真的很开心，不一定要英文嘛。啊，当然要乖一点。这皮的，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 hold 住。哼哼，之类的。哦，真的很卡吗？我想一下，我上次还有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上一次我很无奈，因为他们把耳机拿下来，他们就把耳机拿下来，然后讲话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就是跟他们讲话。我觉得线上课最难就是，如果小孩子把耳机拿下来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，他直接拒听。但是我们之前有学过，就是一开始有教过，就如果他一直不听你，就是他可能很累啊，你就可以跟先不教，然后带他做一些，然后跳跳舞啊，听听音乐啊，做他喜欢的事情，等他有精神之后。有啊，我有教他，一直叫他带回来，他后来有啦，后来有变乖，不知道为什么呵呵突然就变乖了。今天播到几点？今天播到9:30。对呀，我觉得比较害怕是，就是他可能就不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就有点尴尬。就问他，他就说不知道啊，或者根本就不回答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要一直自言自语，或者跟他说啊，你怎么会没有？然后就是撸到他说出来。对呀，讲就看完之后，他真的比较好。这样看来还是没有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的小学班真的是很不错。没有，也没有全部看完。我说你看不完，你就回家自己看。你们不能让他看那么久啊！就我的课程教不完。我们一次只教40分钟，
然后看，如果看影片都看十分钟就消不完了。当然我在说，如果你一般啦，一般就是如果你今天表现好的话，就等一下就会有奖励，你可以看影片。现在一般都，其实他都表现得很好，我觉得我小孩真的是很乖。回去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不像我，我到国中才有手机。上完课不行啊，这样他会气死。只看2.5分钟啊。就是我是网络上找的，要赶课，也没有很赶啊，就是我今天就叫 Mother's Day 啊。哎，小孩真的很可爱，因为就是这个教案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单字是 kiss， 然后他就很害羞，他真的很可爱。他就说，他就是有一个小动画嘛，但是其实也对，他就很害羞，他就捂脸。超可爱的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说那个单字的问题，就很可爱，因为他才小学三年级啊，很可爱，但他很喜欢考我，他很喜欢考我问题，就是他出说，那你猜为什么这样子？然后他今天没戴眼镜，然后就说，他就一直要我猜，一直要我猜，然后最后我忘记问他正解了。我今天就下课才想到啊，忘记问他了。好，什么示范一次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回学校吗？平常五点五十吧，最近比较晚，以前5:45，我最近就是全素颜，越来越素了，越。有钻白眉齿，笑容更闪耀，一笑就美得放肆。我现在直播，我现在不是上学，而且我现在都很晚起，但我今天就是那个7:50。白眉齿，笑容。现在小学20几年即可以报名。小学20几年，想要上我的课吗？想要上安妮老师的课吗？等我以后当家教，请来报名吧。Hello， 也很早，但是我已经很感动了，我很知足了。对，我非常知足，现在非常睡得很好。需要上英文课。当家教，我可能会教小孩，还是应该是小孩。子萱，你说他叫我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就叫我姐姐。因为我们是一对一，所以就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家长旁听。你说我30了吗？我吗？30，我才18，我18岁，30，我第一次被别人说30岁。看我脸都红了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现在我的脸部已经是发红状态。我这就十分，这样怀疑吗？早上5点上课，说那种早五嘛，早八就受不了，还早五。但每次都同一个小孩。拜你啊！你是真的觉得我30岁吗？Really， 威伦，真的要30岁吗？
是眼镜的关系吗？是斜刘海的关系吗？我叫董子贤。不要闹三十。学校，对，我是因为有校车所以才早起的，就是要赶校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最近没有啦，没那么早起啦，我忘记了，我是最近是就是50分第一个闹钟，哎，50分第一个闹钟，55，大概6点多会起床，化妆可能成熟一点，对。好的，我也没有摆脱可爱啦，我只是想尝试多一点风格。6点多，嗯。8点，谢谢，让我非常的羡慕。什么早八什么的，都太简单，太容易做到了。我这个早六啊，而且我以前其实只要一两个闹钟就醒得来那种，我现在真的不行，我要很多很多很多闹钟才醒得来。最近开始的。想变熟女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尝试各种风格。最终是才，真的太早，但其实也不止高中，也不止台湾这样了，很多亚洲学校其实都是这样，是美国比较就是美国就比较晚一点。这5年级太少了，各位，让你们看看我的闹钟吧。我闹钟都是那种十几个上下的，现在了。你看我的闹钟，哎，不对，5点到这里，这条45分，第一个47分，50分，55，6点，这样，这么多这种。你说我现在吗？我现在应该还是属于可爱风吧。不一定，哎，没有，就是到大概6点5分吧，因为6点5分基本上我都会起得来，就是6点5分是最后的，就是我会按很多，以免万一，因为我真的会有睡过头的潜力。我之前真的睡过头过，所以我就会放很多闹钟，因为我都是自己起床。就是我如果真的我自己睡过头，我是真的就是到可能睡到很晚，然后就可能会请假。是半小时吗？也没有到半小时，超辛苦。这就是睡一睡，就是起来可能就不然睡着这样子。30公里，哇哦！啊，5点半校车，那真的是很累。哎，我也是差不多。就是我不一定会到这个才起，但是我都会以免万一，然后用很多个。升级 YouTube Music Premium 音乐不间断，专为你打造，免费试用一个月。啊，好，对，好像听说，对，其他每分。不是，就怕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听说好像定就那种太多闹钟好像对身体不太好，可真的没有办法，家里提供早上没有啊，我妈都会说，她会叫我安静一点，她说我都把她吵醒了，因为我假如我出房间假如去厕所然后关门就会有一个关门的声音，然后再回到我房间又有关门的声音，她就叫我小声一点。对呀，我平常跟我朋友聊到，就是他们都是妈妈叫我起床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妈妈会叫我安静一点。没有哎，我没有那个，用以前，我是用原厂。那还好啊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自己起床，我从国中开始就是自己起床，就我姐姐自己都起不来，我还要叫她。我以前就是姐姐只要要早起的时候，就是她闹钟都会定很多个，那个时候我就很不开心，她定那么多个，但她现在不在，所以我才定很多个。
因为他只把我吵醒，他自己都起不来，然后我都要丢那个丢枕头过去，因为我跟我姐同一个房间，然后早上我就要他闹钟一直响，他就不起床，然后我就要丢枕头过去叫他起床，因为他闹钟不会关，就那个一直很吵，我都没办法睡。对，我就是我负责叫我姐姐起床。对，我就是姐姐闹钟，就姐姐闹钟把我吵醒之后，然后我负责把她叫醒。没办法，我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睡觉啊。拿手机，我没有拿手机，我是拿枕头，或是发出声音，就叫她。就我一开始会先叫，就是发出声音，让他知道你应该起床，我就发出声音，这样一直叫他，然后他还不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发功。我姐姐比我大三岁，整整三岁了，还跟我同月同日生，但是比我大三年。跨国没有，他现在应该会自己起床。他会起床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就是被吵到，我就会受不了，就叫他。可以再发声一次吗？不要。你会担心吗？我不会担心。他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他都21了耶。我还要担心你21岁的姐姐吗？对啊，同月同日，真的是很小。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。性格有像吗？不像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血型，然后都一样，就什么都一样。但是我们性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不能再依赖妹妹。摆烂不会啦，姐姐不会的，她一天过着充实的生活。子萱觉得，我觉得我以前比较射手，现在比较不太射手。我以前真的蛮射手，就小时候就很活泼啊，但现在就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突然就变了，就比较还是内向一点。都一样。姐性格比较好吗？真谢谢你，钢铁粉粉。对啊，那个时候就是，所以我就，但我还是会看，但是我一直就是也是就看看好玩，因为我就是跟姐玩什么都一样，但是我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还说是隐藏人格。善变会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什么意思？以前真的蛮像，哎，跟我的国小同学做印证。对啊，很难得吧？戴眼镜，听起来子萱性格比姐好，也没有啊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比较不太一样。
我以前真的很活泼，很喜欢在学校跑来跑去。第一次看子萱，真的吗？我有发过文呢、啊。对啊，没有好跟坏，其实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就是都很好。一段时间哦，一个人，一段时间回来就是、有可能。啊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抓过紧。对，我以前真的是，我觉得我运动算还蛮好的耶，我觉得。但我现在运动应该也算蛮好的，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跟男生然后在那里跑步。哦，我还喜欢玩单杠，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故事吧？小时候玩单杠，然后掉下来。对，下课就跑出去。我以前真的是很喜欢乱跑。但是我现在就是下课，对，我那时候跑步很快，你看我同学印证了，我没有乱说话，小时候真的跑很快，我以前真的是很活泼，我现在就是能够待在教室，我要补眠，或是跟朋友聊天这样子，我常常就是利用下课时间补眠，太累了，真的。真的太累了，在运动会哦，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跑步应该算快吧。对啊，而且现在真的不会出去，几点睡嘛？12点多吧，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。对，我国中就是常常会待在那个阴影下这样。是不是连二三角那时候真的应该要录影的？是有人有录影吗？是不是没有人录到影？我真的想看我那个时候跑步的样子，有的话请传给我，谢谢。我有吓到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，应该可以去比赛。没有了。你跑得太快，都追不到你。这个是什么鬼的情况吗？生活下课只能补眠，也没有一直补眠，但是，而且我猜我们，你知道，我忘记有没有说过，但是我们这一群就是我们六朵花，然后我们都坐在一起，就是刚好一起，都坐在一起，超棒的。什么意思？郭晓老师搞不了的。搞不好、哦，一开始是我们好像4个在一起，然后2个是换过来的，他们就用了自己的招数就换过来。所以如果有人录影的话，请传给我，我真的是很想要。很想要看那一段神圣的影片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个时候，我之前不是一直常常跟你们说合作社很多东西，结果我发现我们学校的人都不太喜欢我们的合作社。可是我最近很少去合作社。是觉得还行啊，很多事，但是就是真的有时候蛮油的。同学是你的粉丝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毕竟每天都看得到我，而且我每天都戴着眼镜，然后常绑着马尾，然后就很普通的，应该是普通的女高中生。哦，我自己觉得还行啊。可能，但是不能说，不能问，不能，不会，不能回答的哟。
都知道。没事没事，真的有啊！现在来个马尾吗？不要，我现在不想要绑马尾。但是我朋友都会，因为我常常都会，我也是常常容貌焦虑那种，然后我朋友都会很就是很棒，他们都会安慰我。但是还是会容貌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大多数的人都还是会容貌焦虑，大家都会容貌焦虑。哎，哎，就是会大概一个月会有大概几天吧，三四天，然后就会心情很 down。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啊？一般都是这样子。等一下。但是是有卡吗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回我？是卡了吗？不会吧。麦脆鸡腿分享盒，大分量多满足，还有饮料买一送一。我是真的没有看到，还是大家真的。哦，看得到了，终于。有了吗？有了有了，耶、yeah ！好恐怖哦，刚刚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可以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刚刚害我有点小尴尬，我以为，对，我以为我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。有，我看到了大家的讯息了，耶、yeah ，好感动。我们刚刚聊到什么？嗯，我们刚聊什么呀？哦，看到一个有粉粉的标志的，要学校，要做什么？哦，容貌，对对，容貌的，这不是我们学校制服，不是，这个是熊熊。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耶，大家有吗？谢谢 J 千，你送的带你去流浪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换刘海。对啊，就是每个月都会有那几天，然后我有时候朋友说啊，他又来了，就那几天真的就会，就没有办法。但过了那几天之后就还好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还有他们说，哎，他又来了，然后就对他们继续安慰我一下，而且我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就是我只要我不开心，然后他们就要来，就是轮流哄一下。我记得有上一次，就是我有点不太开心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很可爱，就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很可爱，然后就会来。就是来哄我，我没有故意讨牌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生气的时候，只要就是要别人来哄，然后我就会好了，我很好哄的，你只要安慰我一下，然后我就好了。
但是你练了找我。也不是，是他们自己来哄的。那个时候我没有，我就想说好吧，下一节再去跟他们聊开。然后他们就来啦，他们很棒。对对对，我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为难别人。哦，原来这是射手座的特色吗？我没有特别的研究。就三十天之久什么东西？就说一说。嗯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可是我真的一下就会好那种，就是，啊，如果真的没有人来哄我的话，我就会自己痊愈，我就自己一下就会好，我不会过隔天，嗯，就是不开心我不会过隔天，而且我是那种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如果就是真的不开心的点，我会跟他说，我会讯息传讯息啊，或者是真的直接说。就我觉得像刚刚这样，我有点不太开心。或是如果我自己做错，然后我做错了什么，然后我不理他，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可是我真的是会直接去跟他道歉那种。我会直接说的，应该会说，对对对，真的。不用哄，大家省事。可是会比较久一点，就是如果你哄我，我哄一下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哄我，我还要自己痊愈一下，让我自己自行痊愈。你们吗？如果是你们会吗？假如你们就是跟我一样的吗？对，而且我一定会说出来，我没有办法忍住哎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忍住的那种人。对，自己痊愈要久一点，一定要吧，要花时间想自己想清楚，然后才会好。没有，目前还没有放生过我，因为我只生气过一次，也没有生气，就是有点小闹脾气吧。我有点忘记那是什么。我记起来了，因为那一次，因为是那个什么生，某一堂课，然后是在电脑教室，然后呢，他们五个就坐在一起，然后我就没有跟他们坐在一起，但是我能够理解啦，因为那里后面空位就只有五个，而且我一开始就没有，就是我一直以来，因为我的号码比较后面，所以一直都是跟他们坐，就是在一起的，然后他们就坐在一起，然后我就没有，然后我就不开心。可以演一下吗？不了。先到，对了，这也不太好吧？说了，嗯。对，我就是很容易，我很容易吃这种醋，就是假如一群人，然后假如就是，然后遗漏了我，我就会不开心。真的会这样哎，没办法，就是对这个很敏感。虽然我之前就想过，不能再这样。对啊，好改进。等一下，他们那时候跟我说，他们就是轮流五分钟哄一次，他们真的很可爱，真的那个时候我自己都快笑出来了。他们很可爱，他们就是真的是五分钟哦，我是有看时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电脑课，我在打报告，五分钟来一个，对，他们就猜拳，然后谁先来，他们那时候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是记得很清楚。怎么哄的吗？他们就过来，然后就是
这样子，可能就是我坐在电脑，他们可能就抱抱我，然后跟我聊聊天。看来我也想要踏入六朵花。会啊，我会哄朋友，我会直接坐在他身上，就好像他在写东西，然后就看到他心情不太好，然后我就坐过去，然后坐在他身上。然后跟他聊天，没有，我不是团宠，真的不是。他欺负他吗？我真的在欺负他吗？我没有在欺负他，而且我真的蛮容易察觉别人心情不好。女生嘛，女孩子就抱一下，其实她就会暖一下，然后就好。拉布拉多不会，他知道，我们会叫拉布拉多，就说拉拉布，他知道，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绰号。但他们还没有帮我。就是很像，就是会那个贴过去，然后这样蹭蹭蹭的那种。他真的蹭太多了，我有时候就会把它冻掉。就是他看到人就会粘上去那种，真的是直接粘上去。但很可爱了，他性格真的很好。我觉得我们都很棒。还很好相处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们从高一到高二也是都是 best friend。特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是我朋友帮他取的。你说点歌吗？你要听什么？捅过布丁吗？我们没有吵架过，我们一直这么的要好。有啊，我们重新分班后还是在同一班，是不是很棒？超级巧的。同一班真的是很开心，我们那时候超开心的。
啊，画刘海吗？大家想看我刘海吗？大家想继续看这个发型，还是想换刘海了？我现在有梳子，大家可以随时做决定。哎，我还是去厕所用一下好了。好啊，都可以。好啊，想可以换看。好啊，那我去换咯。那大家等我一下，拜拜。爱怎么抓牢，他伤害都无效，你试着想我的努力，假装我看不到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快乐伤心不再和你有关系，距离是最后最真实的东西，不打扰你，留我独自重播回忆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爱情只剩下灵魂问候而已，在你没规则的感情游戏里，我输得太彻底，某天会找到勇气。措施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我刘海有点长，但我明明就剪了啊。又变回熟悉的紫萱。椅子很好看，谢谢椅子，谢谢你的喜欢。好，大家选择选择。你们喜欢刘海还是斜刘海？选择喜欢刘海，果然现在大家都喜欢刘海。好啦，大家都还是很爱刘，很爱刘海的。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刘海。这有点长，因为我没有卷啦，因为我平常都会卷啦。对啦，找到 bug 了。对，好像他们说我真的是适合刘海，应该是等我长大后。上课也会剪吗？不会，我会把它剪很短，就不用剪了。啊，如果太长，好像还是会剪。维持刘海在中间的体，你说这个吗？因为我从小就是刘海，所以就是它都会一直在往前。就我连留斜刘海的话，它一直往前。对啊，可能等我以后长大，就是会比较适合斜刘海，不一定，看我之后适合什么。去放音乐，眼睛这样看起来更大，真的吗？因为脸看起来比较小是吗？因为刘海放下来。
那大家觉得我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？水壶好大，这就是刚放学没有啊？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制服，这个是随便我们，而且我们现在网课啊。戴眼镜好看，看起来比较学生感是吧？喜欢的吗？戴眼镜看起来比较学生吧。我祝他生日快乐呀！啊、哦，但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是适合戴眼镜，像是那个刘在，你们知道韩国的一个，主持人刘在熙 ，Running Man 那个，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戴眼镜，看起来很知性。对啊，看来是乖乖学生了。对啊，我有剪影片，我还有卡点呢，就是那个照片丢的时间有卡点。不是我没有说，虽然是大家都这么说了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再洗一个，不会跟我们计较次啦。他也听不懂。我再拍一个影片，关于我的放下刘海。你就这首歌歌名吗？等一下，它跑掉了。Perhaps love, perhaps love。哦、oh, ，你喜欢金，我妈妈也喜欢金钟国。我喜欢刘在熙，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他。我喜欢刘在熙跟志祥。谢谢阿和送的礼物。对啊，志晓，我喜欢志晓，也喜欢刘在熙。比赛应该是没有吧？应该是要看公司了，像我们公司的安排。这几天没有哎、欸，我妈妈一直叫我开冷气，但我就觉得不会到很热。我说不用啊，但我现在有开冷气。对啊，这首歌超甜，但这首歌好像有中文的吧？
子轩戴眼镜笑起来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吗？看来就是小孩。我像是看起来很年轻，看起来像国中生吗？对对对，而且他其实私底下好像就是真的蛮好的，就是对智孝啊，对大家都很好，只是他的那个吧，人设问题。你好可爱，这是什么歌？你好可爱。等播完这首，你好可爱，真的这首歌吗？你好可爱。嗯，是心动啊。哦，我知道这首歌啊，至少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 ，I know。有有有，我知道这首，我那时候很爱耶，忘记了。我有银眼吗？我平常都是黑色或咖啡色，但是我有的时候会，就是想要换别的颜色，就是戴腻了嘛，就是想要换那种蓝色啊什么颜色，但我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，我好像比较适合就是黑色或是咖啡色。我每次都就是心血来潮就很想要换颜色，发现好像就真的不太适合，但是还是没有放弃，依然会持续购买。好的啊，哦对，我以前真的很爱这首歌。是心动，等下播是心动吧。天使降临在身边，第一句台词是爱有我的天，耳朵红到了指尖，爱要假装看不见，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，世界代价牺牲。一口甜是心动，心动啊，这个眼神躲不掉，狂称赞。大家不管我带什么，大家好像都会称赞，大家都会称赞我，大家都给我足够的自信，谢谢大家。眼镜哦，这个是没有度数的。谢谢雪呆吧送的什么看流星，海蒂轩看流星。爱有我的天，爱要假装看不见，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，穿西装穿的那么认真，隔壁这个男生难道他也和我有相同感觉，表达遇见你的第一眼 No， 表达第一句爱的真言 No， 表达直到白发苍苍还是觉得 No， 表达。可接眼镜喊广告，我也想要。有没有要来找我的？这里有没有人？记得跟公司说一下，可以先私讯我，我会帮你整钱给公司的。
想要开店了吗？请找我代言，谢谢。小董眼睛不行，这有抄袭的嫌疑。我们现在来想一个。不知道哎，有什么可以取的？好难哦，眼镜行。什么 glasses 吗？A glasses。小董，董董，董董董眼镜，滋滋眼睛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放那个，我们要放是心动呀！大家可以发挥想象 ，any glasses， 哇，这很好哎 ，any glasses， 哇，我震惊到 any glasses， 对啊，哇，很厉害哎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大家觉得很好吧？我是觉得蛮厉害的。这个。是心痛啊，在我靠眼神脱不掉。噔噔噔噔，哒哒哒噔。上找的，但是他的歌词不一样。OK， 结束。这首歌真的很甜哎。OK， 放什么歌呢 ？Advanced Genifique is the one thing in my routine that I never skip. Never skip. Morning and evening.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，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和声灵验。终于了解，等
待滋味，是让人这么装个崩溃。跳这个舞，对啊，之前好像抖音很流行。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？给了你号码，怎么还不来电？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何时午夜？问他往外还是往内，月底再考虑通话费。你已燃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。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但是最近好像很多翻唱，就是 SHE 的是吧？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。你到底有没有感觉？问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？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， 会不会是你要想接上才误解？心跳的声音，不破重低音，跑铃声未停，赶快按下通话键。2006，哦，那比我小，我03的啊，几瓶水。其实我在学校喝比较多，我学校大概会喝，就是在学校喝完这一瓶，然后回来再喝个800的墨的水。但是我最近在家里就比较少喝，就一直忘记拿水。Ring ring ring，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。反正你是否在等待，我已经在这边期待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嗨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和弦铃。管它往外还是往内，月底再考虑通话费。体温已燃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光熬夜光的黑眼圈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是传说中更大的水壶，这个，这就是那个1500。音乐转出好心情，就是比较大的，对，就多喝水啊。比较素，好像是粉色也 不一样。嗯，之前那个是800，还是1000？800还是1000？忘记了。一定比一般水壶都比脸大吧？就不用一直装啊，就是一直喝。我在学校就一直喝水，然后一直上厕所。我看到有人的头贴换成我刚刚的画面哎，是吧？真的耶，欢迎战士，你也是蛮及时的。没想还好啦。爱的话没说，告诉我忽悠了。亲爱的话没说，告诉我忽悠了。喜欢你是我的秘密，深度就像在海底10万米。我心上日出和日落的机密，海在天空深爱着你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我看到就是看到有眼镜的，我说，哎，是眼镜的我哎，那不是就是今天吗？天，底部会破的哦，等一下啊，哦，我知道，你很喜欢这张是吧？不笑的，你喜欢酷酷的，酷酷之神。还没说话。
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放在我心底，所有美好全部康复一样，我的爱也全部康复一样。他会演起真的是我给你的重点，只想把你放在我心底，没关系啊，期待。哦，五月十三 ，Really？ 没关系，值得等待，等待越久，越香。其实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毕竟最近越来越多，而且如果之后开学，感觉会不是开学啊，就是如果开学回到学校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毕竟是共存，是吧？越来越沉越香，能收到已经很好了。特务星。然后来一个对共识，在月月身上，我主要会坐在平常比较常坐在妈妈身上，我怕其他人会被我压扁。有啊，打眼睛。我问过老师，但目前好像听说还没有被压扁，妈妈比较高、哦。没有的话，可能就要私下打。如果再没有的话，原本就有想要私下打。我、哦、开打了，真的。妈妈有啊，还有，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妈哦，是那个，六朵花里面。嗯，学校目前都没有消息，不知道哎，就是我们都还在等学校。其实你还可以再更白。不是我真正的妈妈，我的妈妈160，我的那个。不是，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妈妈，虽然我也不一定会叫她妈妈，大家可以申请，所以也在想，就是看学校了。学校如果一直都没有的话，就可能要自己打。对，带她妈妈。哦，我那个学校的妈妈是167，可以叫张张。肯定的回应。忘不了你，忘不了你，都是你。Baby, you know what I mean. 对你说我喜欢你，牵手去旅行。Baby, 我的眼里都是，心里都是，全部都是你。Baby, 我的眼里都是，心里都是，全部都是你。cover 吗？啊，对，还有可颂。哦，阿和记得可颂。还有彪哥啊，大家都忘了彪哥。突然觉得这造型很可爱。I promise, I promise, 忘不了你，忘不了你，我的眼里都是你。甜甜蜜蜜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， 对你说我喜欢你。
只手去旅行，可颂扣伞不一样吗？爱丽丁丁云家可颂吗？可颂是蛮漂亮的啦，可颂是真的漂亮。好啦，其实我觉得我朋友们都很漂亮，可惜大家都看不到。我是不会跟大家说的。沉默都是你，今天最漂亮啊，不知道。这样进阶到 LINE 了吗？看到了，特别强。不是不会跟大家说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要念榜了，忘记了念榜，我要念榜喽，大家。写的歌哪一首？那我最近没有在写歌。达美乐全新美味菜单，独家四喜披萨，八种新组合，还有多种副食，千丝起司棒和水果气泡饮，点燃味蕾，只在达美乐。想成为我的朋友，好，我们来念榜吧。不行，我刘海今天真的是很恐怖，虽然我刚才都没有在在意它，但我现在看了还是觉得很恐怖。等待的绽放开来，我们都没有那么幸运。 I'm sorry, I'm sorry。 我们要来换一个，而且我有个朋友很厉害，他跳舞真的是很厉害，是那种比赛，然后全国的那种。我朋友们都很厉害的，嗯，成绩也都很好，哎，真是骄傲啊！有你六朵花，好啦，我们来念念榜了。OK， 开始。第十名是阿贤，恭喜阿贤，你是第十名。再来是第九名的钢铁粉粉，恭喜钢铁粉粉，你是第九名。再来是第八名的幻影战士，恭喜幻影战士，你是第八名。再来是第七名的安德鲁，恭喜安德鲁，你是第七名。再来是第六名的 J Chen， 恭喜 J Chen， 你是第六名。再来是第五名的 Cole Sang， 恭喜 Cole Sang， 你是第五名。再来是第四名的阿和，恭喜阿和，你是第四名。再来是第三名的乌麦，恭喜乌麦，你是第三名。再来是第二名的雪代巴，恭喜雪代巴，你是第二名。再来恭喜第一名的 Killer， 恭喜 Killer， 你是第一名。 OK， 我们从口三开始。全部换新吗？换还有什么？
这很怪，这也很怪，就这个比较好。这好像什么公益广告，有什么新的？好，那还是一样的。先下一个，雪带吧。哦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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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了。那就先五百。你要什么指定呢？好像也可以，因为差比就是好像有到1000多吧。我们来唱生日歌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电脑要没电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电脑要没电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忘记开开关。Okay, I'm back。很好，我的电脑 safe， 它差点就要自动关机了。好，Okay。好，再下来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接下来是谁呢？接下来是雪带吧。喵喵群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好的，迅速都念了。好的，大家拜拜。